阿隆索早晨练习时还是15位虎扑5月26日讯在摩纳哥排位赛中获得第七的阿隆索说道，我们早晨在这里第15位，我们失去了平衡和设置，非常担心，现在第七名感觉很梦幻，压力很大很紧张，你需要在每个弯角 100% 的承诺，我记得过去只要做到 95% 就能通过 Q1 和 Q2, 但今天不是这样的。编辑：姚凡。